朋友们，今天我们聊聊我们在藏狗的开创啊，我们在藏狗这个开创师傅真的让人失望啊，他还有很久的路要走啊，要慢慢去练。为啥呢？你看，这是我阿瑞哥的石头。我们藏狗现在师傅开创大部分就开成这造型，就这感觉。然后我觉得这样子完全不体现不到这个料子的价值啊，还有这一颗，还有这一颗，是吧？这完全看不出来这个料子怎么样，对不对？但明明有很好的位置，他不把它展示出来，不把它开出来，是吧？所以我们帮阿瑞哥把这个料子，把这些料子来修一修。还有很多地方该开的不开，是吧？来，我们看看，然后这个料子我就把这个床，稍稍磨了一下，它就开始，你看它里面的种，然后它的黑度就都不一样了，对吧？里面的那种胶感也出来了，对吧？明明还是比较细腻干净的料子，可惜了，是吧？不能这样子，因为很多朋友他不光光是做货啊，他也可能是转手的。如果我们开的不好看的话，影响那个朋友们转手。所以我们把它开好看一点。说上一遍认真的，这样一针是一针的去开，它就会好看。但如果你是这样子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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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样子，它就不好看了，就这么简单嘛。好，我们把这几个修好啊。最近这两三批货几乎80%的石头都这样子。让人寒心啊！很多好看的石头，很多脱砂料，脱砂的位置未开，开了一些专门盯着不好的地方开，开的话还开得毛毛躁躁的，可惜的这些石头。其实最近来的这一批石头质量是真的不错的，证明这个藏狗的料子现在普遍种子比较好的，然后价格也很公道。但可能朋友们没有感受到，因为开窗的原因啊，没有感受到其实你们很多料子已经捡漏了，质量已经很好了。但开完之后发给你啊，我明明挑的好像料子挺冰的，挺脱砂的，怎么开出来的话连种都还是不是那个石头啊，是吧？难道最近南溪的料子比较骗人？并不是的啊，很多时候只是没开好。这些难道底下会变种吗？不会的，它只是皮啊，这整个都不变的。这样子它这个东西不就是显得很好了吗？它本身的那个质量这样才体现出来嘛，对吧？所以其实很多时候啊，朋友们的眼光是不错的，买的料子这个料子真硬啊，不停的烧针。然后还觉得这个是不是南溪这个藏狗不好啊，是吧？其实挺好的，性价比也高，肉也多，尤其是我们董老师眼光是很好的。这种石头大概是什么样子石头开出来的啊？南溪知道这种细细的感觉有点雾的皮，看，那这个是没有怎么洗过的。你看，南溪真的这种，我们不谈说发大财多牛逼的料子啊，但是这种小漏小精品，很漏的，价格很漏的，还挺多的，做出来的东西也好看，这个大面积都可以开，但是我们这个修的差不多就可以啊。然后我们再修刚刚说的我吐槽的这一个，我操，这个料子你怎么
怎么想的是到这个地方挖个这么大的洞？这个其实这一片也挺好，但他为什么不挖大也搞不懂啊，看了也不清不楚的，偷懒了，真的偷懒，扣他工资了。从这个地方开不香吗？我来看。他说那样子的料子能看，那样子的窗能看出个啥？不清不楚的。哇，硬度真高。好，这个料子我们看一瞧，是吧？对啊，窗开成这样子不就好看了吗？不都看得很清楚了吗？对吧？啊，开得太小了那一个。总之不错的。来，好，我们再下一个。你看这一个料子啊，这个料子，这种皮壳磨一点没什么意义啊，是吧？要把它开出来。真硬啊！阿瑞哥买的东西是好，不怎么出手啊，但是小精品都收入囊中。但是也不光是阿瑞哥啊，我们这里的很多老哥买的料子都好。但正好阿瑞哥的这些料子，我正好要给他发货，他也同意我们帮他修一下。等我开大开箱。好的，这个料子你看，现在目前开这么大的窗啊，这漏是不就？看清楚了吗？是吧？嗯，好，这样子，啊，它不就长了吗？是吧？料子不是挺好的吗？啊，尤其是这个，这个可以开，其实可以开很大的，但是我们这样子已经看很清楚了啊。你看，它上面的磨砂一样的，你把玻璃磨上了，它也不透啊。这个料子虽然它已经开窗了。但是不代表它不能开呀，这边它还有色呀。我们帮阿瑞哥读一下这条色，祝阿瑞哥大涨。哎呦，那不好看嘛，是吧？那我帮阿瑞哥这个料子做大做强一番。哎，我们这个直播很多，其实别的直播间我们不知道啊，在我们直播间买石头，很多涨的机会的。咱们不说每个都涨，但是机会绝对是非常的大。只要眼光可以啊，有点眼光，因为我们直播间的性价比，朋友们是知道的，是吧？你看这个颜色，这里已经发黑掉了，已经化开了，然后哎，看到吗？发黑了是吧？哎，一过灯，氧不氧，化的好不好？等等，我问阿瑞哥讲，是不是十几万缅币买来的？反正都很便宜。色它色的地方是不多的，但这些色，这个色绝对画龙点睛，而且色的布那个位置啊，这个位置旁边的总底也很好，也能用，是吧？咱们不说蛋面，你做个挂件，加上这些化开的氧绿，它不牛吗？而且这个挂件旁边的总会差吗？一看就是一个man皮的料子。
朋友们，南齐出货了，很多漏啊，很多漏啊，你看把这个打开，它不美吗？是吧？这种性价比，我相信，其实，在整个网络平台是相当有竞争力的啊！不要说网络平台，你来瑞丽赌石，来找找桥，来淘淘桥，不好淘的。咱们直播你们知道的是吧？缅甸人送来什么，你们都有权利先谈是吧？所以他就得送一个天大的漏，就送个，十万缅币能变一亿缅币的。你们看到了扣一也是你们的，有哪一个说我们自己说谈下啊不给你们？没有的，我们因为就是做这个网络平台生意的，我们最想做的就是让整个平台知道我们这个能涨，然后能蜂拥而来是吧？做大做强，然后人家送更好的货来啊，货所有的货所有的人都把货送来，这样子我们挑选的机会又多是吧？砍又有溢价的优，又有溢价优势啊，然后又能买更贵更好的东西，对不对？人多力量大嘛，不然我们也知道，靠我们自己买一点，然后买的时间久了，人家也不愿意给你送货了，因为你买的少啊，是吧？退货的话还是要被淘汰掉的。可以啊，不错的。